吃这食物可缓解体内粪便干硬。水分摄取不足导致粪便干硬，容易会让痔疮找上门。请问可以透过什么食物来缓解？我认为蜂蜜水，因为我好像在哪里有看过写到蜂蜜水这三个字，但在哪儿看过？我在无聊读痔疮相关的文章的时候，好像看到蜂蜜水这三个字。很可爱你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